玻璃爱兰台地举办尊山文化节，今仔日进入最高潮的活动——社区产业文化体验。来自各地总共有上百位的游客，在社区的导览介绍之下，不但行遍社区的大街小巷，熟悉了多元丰富的景点。社区居民也热情来款待这群人客，安排了闹热的节目表演，让游客对着尊山的文化和风情，拢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由爱兰甲铁山两位里长亲自带队导览，上百位游客进入爱兰台地大街小巷参观，每到一个景点，拢有社区居民表演精彩歌舞，来带动欢乐气氛。百年爱兰教堂、全省少见的孙悟空庙，还有传统的洗沙场、清凉的水，更让小朋友耍到非常欢喜。那边有没有这样可以玩？没有。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为什么好玩？因为很好玩啊，没有体验过，对不对？每到一个所在参访，马龙社有社区产业市集，展示各种在地生产、上新鲜的蔬菜水果，嘛吸引游客小坐来买。我当然买八宝鸡、韭菜、苦瓜。啊，那个美人腿、美人腿，隔壁人拢赞赞赞。由爱兰甲铁山两里共同举办的尊山文化节，除了社区的产业文化资源以外，就连当地爱兰国小、甲暨南大学附中嘛加入，为游客呈现上精彩节目表演，是予游客留下深刻印象。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土瓜厝啊，土瓜厝很多很值得观赏。他用他们当地的地区的资源做土瓜厝，还有就是原住民的各个特色，他都把它显现出来。对北川社区行对咱的青龙寺过来，才对咱的布基简单的介绍了，才行去铁山路行对咱的。爱兰教会已经嘛百多年历史，过来到了咱西顶堂嘛是百多年的历史安尼，啊，搁改咱的无母家淡水，这拢是咱的以前诶，这个历史的文化，推销阮的农产品，带动着咱的观光安尼。因为爱兰铁山这是整个台地，啊，伫遮有真特殊的文化啊，甲产业，会使甲咱的遮的景点啊，甲咱遮的做一个无同款的导览，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方式。啊，希望透过大家共同的参与，啊，推广出去，让大家人啊来认识咱这个传山文化。精彩内容，丰富的行程安排，尤其将整个社区的产业文化甲资源全部结合做伙，透过这摆活动举办，让游客完整体会到无同款的农村产业文化风情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